一般发球的时候都是可能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板型，因为这样更容易板型更侧一点。翻球的话，像一般如果是专业的话，有的因为他们练很多年，可能翻球会习惯性调到他们正常的板型，可能还是在于发完球这种快速这种换拍，还是在于发完球看发球的质量，再一个发球这种击球以后这种瞬间的这种手指和这种板的这种记忆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专业运动员在这方面常年累积，可能这种在记忆方面要比业余的可能更多一点吧。发球一般就是这样的板型。一般都是以侧旋为主吧，一个是相对拱一点，一个是相对可能是软一点的，关键还是一个板型的控制，再一个可能击球点的位置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可能如果拱的话可能接触球底下一点，需要接兜住球的底部然后往前掏，可能软一点的话就有点接触球的正面的下部，可能相对就是控制发球还是可能手啊手指用力更多一点吧，重心还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往下压，可能再加上手啊手指在接触球的时候瞬间有一个摩擦的才可以吃住球吧。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马凯旋，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马龙的正手发球技术。业余爱好者学习这个发球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是它的重心，就是说发球之前重心要压在前脚上，马龙这一点做得非常好，而且随后的动作重心的帮助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家可以看他发球结束的动作，明显的有一个前送和缓冲，这样呢，就保证了出球的弧线和质量。发长球一般一个是隐蔽性，再一个可能如果要想这种发的比较快比较急，还是第一跳要离自己近一点，到对方球才会长。发长球我觉得还是手腕手指相对少一点，身体更多一点吧。
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马凯旋。发这个球，重心的作用非常重要，触球的时候前后感非常强烈。马龙主要是最大的优点是体现在第一，他的击球点距台面近；第二，他的发力集中；第三，他这个发力不单单是靠手臂，主要是靠重心的从后脚到前脚的这个移动和发球之后的这个制动，这是用腰和腿膝盖一起完成的。相对没有正手发球隐蔽性大了，主要还是以这种能够稳定为主，不一定是非要想做球嘛。站中间相对来说更稳定一些，正反手都可以上手，没有那么多空档嘛。主要还是以这种侧旋为主吧，可能一般我都是侧向会多一点嘛。我反手发球就是不像正手发球重心能够压下来，包括摩擦球能够摩擦得住，就像一般能够摩擦住的球才会最有数吧，而且它的旋转也会更强一些。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马凯旋。马龙的这套发球技术有几个特点，第一，他站位是接近于中线位置，这是因为马龙的正反手发球之后的抢攻能力都非常强，所以他敢于把自己的站位调整到靠近中线。第二，马龙的这套发球并不是过多的强调旋转，主要是发的要轻短。为什么要发出手要轻，主要是为了对方不容易借力，短是让对方不容易上手。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发这个球双手的协调配合很重要，一般情况而言应该是持拍手先摆动，然后利用双脚和腰重心的交换来辅助你把球发得轻和短。